你才少岁，你会晓赶紧，你去投胎重新转世啊！陈中贤，你哪会跟小宇宙的？不管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有信心绝对负责到底。原来就是这半年来开始葡萄的舞，叫也无信心。我答应你，我统统陪到去吃饭。我就是无想要跟任何人吃饭嘛。这个饭我若是吃不去，干那靠我一个人在讨谈，这日子敢有法度过？根本就无法度过。所以你就是看我比你更加敖谈，最爱我看坏坏吴东明折腰。李局长，你刚刚听到这个消息，替我省这个钱，那个报告位你的驾驶出家，以后不能帮我做小。既然我要出家了，那你原本平静的世界是应该爱有淡薄无同款啦。汪依林，所以这个依林就是汪有芳跟信台的后生，我的孙。没有啊，你是看到啥啦？啊，手在抓。信台，你过来，你家你看，这敢不是，敢不是要替有芳要跟依林翕相？所以这个汪依林，那真正是汪有芳的囡仔，那所以无死。我就讲啊，这绝对是恶作剧。伊即摆一定是说到安尼啦，我唔对啦。你若真是这么无想要爱我干嘛？你早就讲啊！我甲你妈的代志无了解啊！你要去找迄个外口相亲的后生吼，等伊入门迄天吼，我就无认你结婚啦！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包上陈美鸿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